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云团彻底爆裂而开，一颗仅有拳头般大的金色光球凭空浮现而出，并在缓缓转动中并挥洒下一缕缕细若棉丝的淡淡金光。而整座断剑山中，万剑在一阵喧哗过后渐渐地沉寂了下来，整个空间再一次恢复了平静。一盏茶的功夫后，空中所洒落的金光同样渐渐地变得稀薄起来，露出了光球的真容来，赫然是一颗拇指大小的金色圆珠。柳明深吸了一口气后，当即抬起丹臂朝半空中轻轻一招，但金色圆珠似有所感般，在虚空之中一转之后便缓缓地落入其手中。柳明双目一眯，当即仔细上下打量个不停，但见其表面隐隐有密密麻麻的细小符文流转不已，并且整个金色圆珠仿佛有生命一般，随着这些符文的流转而微微的颤动着。这种颤动极其的微弱，若不是亲手拿着，远观根本感觉不到。他又翻来覆去的查验了半晌，确认与典籍中所记载的大致相仿后，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猛然一张口，冲手中之物喷出了一团精气去。当即金色圆珠一个模糊，赫然化为了两寸长的迷你小剑，表面晶莹剔透，金光蒙蒙，仿佛半透明一般。柳明将小剑在手中又翻来覆去的检查了一番后，才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再用手指一点，迷你小剑一个模糊的重新化为圆珠状后，就小心的将其放入虚空剑囊之中，并取出一张特制的淡颜色符箓贴在了剑囊之上。风，他一声低喝，淡颜色符箓顿时仿若春雪初融一般，化作一剪柔和的银光，将整个剑囊包裹起来。剑囊之上勾勒的灵纹一闪之后，便将袋口牢牢的封死了。若是没有什么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此后的数十年之内，所炼制的剑丸是不能轻易的再离开剑囊了，否则就要重新再次封入剑囊之中，重新计算时间进行滋养温润。柳明单手轻抚的将虚空剑囊隐去踪迹后，抬头望了望仍然高耸入云的断剑山顶，又低头扫视了眼下方密密麻麻的残剑断刃，心中不由得感慨了一番。不知那位韩长老如若发现自己竟将此地的大部分中低阶的残剑都斗了一遍，使这些剑积攒的灵性大为亏空，会作何感想了？如今他既然炼制剑丸已经完成，自然也不愿在此多待了，稍作调息过后，便毫不犹豫地取出那张白光蒙蒙的传送符箓，并一把将之撕碎开来。下一刻，一道白色霞光从中席卷而出，惊其身形以为而起，旋即化作了一卷白光的消失在了断剑山中。柳明只觉眼前景色骤然一阵模糊不清，当其在看清四周的情况之时，蓦然发现自己已身处群山之中，却并非是当日传送进入的那法阵之处。其身后里许之外，才似乎是天剑峰主峰所在。与此同时，一道道颜色各异的盾光正源源不绝地朝天剑峰的方向激射而去。他见此，心念微微一转，便大概猜到了这些人赶来的原因，应该与自己有关。毕竟岂可不认为自己在断剑山的所作所为会真的没有人觉察到的，而其眼下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这炼制剑丸已经花费了数年的时间了，自然不想再和来人纠缠什么。于是柳明再次激发了图腾秘术，收敛了气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剑峰的范围，并驱云绕道往自己洞府方向而去。断剑山传送阵前的石屋附近，一道道五颜六色的盾光纷纷地落了下来，其中赫然就有龙岩飞、沙通天等人。看守此地的瘦高青年早就被柳明炼成剑丸的天象所骇然，此刻看到如此多的人蜂拥而至，便觉得有些无措起来。孙师弟，你可知道如此惊人的异象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何人引起的？来到石屋前的众人中，一个脚踏一柄黄色宽剑的天剑峰弟子已经大声地问道。说起来，
段锦山由于需要真丹以上的剑修弟子才有机会接触到，故而在化境以下弟子之间也算是颇为神秘的所在。毕竟修为不足贸然进入的话，可是凶险万分的。高手青年闻言，面上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不禁有些迟疑起来。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秘境之中只有那个陆游峰柳明一个人，但是如此惊人的天象竟直接冲破段剑山所在的空间封印，真是此人引起的吗？就在高手青年有些吞吐的时候，半空中人影一花，一个头戴玉冠看起来非常年轻的锦袍男子出现在半空中。在场的天剑峰弟子见此脸色俱是一变，对着玉冠男子躬身行礼，并异口同声的齐呼道：见过掌座。玉冠男子正是天剑峰掌座玉恒真人，在内门诸多山峰掌座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不过其行踪飘忽，虽然位居天剑峰掌座，却很少在天剑峰弟子面前露面。都起来吧，这里的事情我已经知晓，你等不必大惊小怪。玉恒真人淡淡的一挥手的说道。在场众多弟子闻言纷纷站直了身体，互相观望了一阵，那名脚踏黄色宽剑的弟子看起来在天剑峰地位不低，上前一步躬声问道：敢问掌座真人，此地的异象究竟是怎么回事？玉恒真人目光微微一闪，口中淡淡答道：我方才通过秘术查探过了，是有人在断剑山藏剑冢中将自己的元灵飞剑养成了剑丸，所以才会发生这般天地异象。什么？真是剑丸天下？这是本方哪位长老竟练成了剑丸？脚踏黄色宽剑的弟子已经旋即向玉冠男子恭敬地问道：此人并非是本方长老，而是洛幽峰的柳明。玉恒真人微微一笑地说道：柳明是此人？竟不是我们天剑峰之人。柳明最近在太清门名声正大，内门外门弟子几乎人人皆知，一听玉冠男子此话，如同一颗巨石跌落平静湖面，顿时引起了一片喧哗议论之声。站在人群之中的沙通天在听到柳明二字时，脸色则刷的一下变得苍白起来。他虽然已经练就了元灵飞剑，但还尚未能修炼到心剑合一的境界，柳明却竟然已经练成了传闻中仅有真丹剑修方可有机会会染指的剑丸，而这差距越拉越大。沙通天心中仿佛被毒蛇一口咬住，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手紧握成拳，连指甲划破了手掌溢出了鲜血也没有感觉到。而龙烟飞同样大吃一惊，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却随即的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练成剑丸需要极其庞大的法力和精神力支撑，一般而言都是真丹剑修才能够开始修炼，难不成柳明已经进阶到了真丹境吗？不等他询问，玉恒真人已经淡淡的继续说了下去：柳师侄进入内门不久，但不仅修为已经达到假丹期，离真丹境仅有一步之遥，如今更是练成了剑丸，你们作为其同辈，须得自我鞭策，可别辱没了天剑峰在宗内的威名。在场之人又听到了这个消息，自然又是一阵骚动。很多人都知道柳明参加天门会之时不过是化经后期而已，如今区区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便进阶到了假丹期，还练成了剑丸，这样惊人速度即便是在太清门的历史之上，也就一些精彩绝艳的传说之中的人物身上才会发生。柳明自然不会知道有关他的传闻又一次在内门弟子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流传了开来。此刻的柳明正盘膝坐在洞府的密室当中，盘算着下一步的修炼计划。他如今已经练成了剑丸，接下来就要为进阶真丹境做好准备了。既然已经决心进入恶鬼道，那积攒贡献点便是当务之急。进入恶鬼道需要100万贡献点，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自己入前说不定还得去藏经阁多参与一些典籍资料，并去一趟太真殿换取一些应对紧急情况的物事。除去自己尚未领取的每年供奉外，大约还需要153万左右的贡献点，要尽可能快的凑齐，压力也是不小。他在洞府静心调息了3日后，便屈云悄然来到了距离藏经阁不远处的一座三面环山的山谷之中。山谷中深处被一块青天青石所遮蔽的空地，坐落着一座占地亩许的黑沉沉大殿。大殿上的匾额上写着生死阁三个大字，就如同玄殿有内殿外殿之分，生死阁其实也分为外门内门两部分。外门生死阁的榜单之上只有化经以下修士的邪修，内门生死单上则都是一些化经期甚至真丹期的邪修了。相对的，内门生死单奖励的贡献点自然更加丰厚一些。柳明也是从南荒之地回来之后，在宗门访视中无意间打听到的，一想到要快些赚取贡献点，立马想到了这里。黑色大殿由于终年接触不到阳光，且周围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黑色薄雾，显得颇为的神秘。柳明略已觉察过后，便抬步往宫殿大门走去。空荡荡的主殿大厅内，便有几块镶嵌在天花板上的月光石，提供了几分微弱的光亮，隐约将整个大厅的轮廓勾勒了出来。厅内大约100余丈大小，摆设十分简单，除了两侧摆放着几排歪歪扭扭的乌木架子外，便是中央处一个灰黑色的石台。石台后面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的灰袍中年男子，正单臂撑着头颅的在睡觉呢。一声声抑扬顿挫的呼噜声从其口中有节奏的传出，悠悠的在整座大厅内不断的回响不已。灰胖男子肩膀上蹲着一个黄色毛团，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肥猫，正懒洋洋的呼呼大睡着。除此之外，此地一个其他弟子也没有。柳明见此不禁有些无语，但想了想后还是抬步往前走去。似乎听到柳明的脚步声，胡子男呼噜声一停，揉了揉睡眼惺忪的双眼，伸了一个懒腰后，抬眼看到柳明后，当即脸色一沉的说道：此乃生死阁内门重地，闲人免入，你可来接悬赏任务的？正是，在下第一次来这里，不知道内门生死丹怎么个解法，和外门一样吗？柳明对其冷淡的态度不以为意，一边继续往石台走去，一边开口询问道：哦，看来以前做过外门生死丹任务，这里和外门大致上是一样的，你第一次来，先看看生死丹再说不迟。灰胖男子诧异的看了柳明一眼，随后翻出了一个淡黄色卷轴，放在了石台上。柳明停在了石台前，单手一扬，一道黑气一卷而出，将卷轴捏于手中，旋即打开卷轴，细细的查看起来。卷轴之上记载的是一个个邪修的名字，后面是悬赏的贡献点，不过上面的人数不多，只有30多个名字。柳明顿时眼睛一亮，上面悬赏的贡献点果然丰厚不少，最少的一名邪修也有5万贡献点，排在第一名的赫然是被悬赏了300万贡献点。咦，生死丹之上赫然有一个他很熟悉的人名映入眼帘，黑凤仙子，化经中期修为，明面上出身邪修，实际上是八大世家慕容子弟所化，曾与另一名化经期的同伙合力，将风隐峰一名真丹长老击至重伤，悬赏额80万贡献点。此女原本在外门生死丹上排名第2，不过自她数十年前进阶化经期后，自然不适合放在外门了。灰袍男子目光一瞥，随后淡淡解释道。柳明点了点头，他在天门秘境和此女交过手，其修为已经大进，手段极多，确实颇为难对付。
目光在此女的名字上来回扫视了许久后，终于还是移开了。他虽然眼馋这80万贡献点，不过也知道黑凤仙子不但是慕容世家弟子，似乎是归于核心弟子一类，别说杀掉了，就说找到其踪迹也是殊为不易，再加上其兄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这些邪修都是妖魔两道的厉害人物，不但修为高强，踪迹也是极其飘忽，若是单靠你一个人去寻找，哪怕10年时间也未必能够找到一个。黑胖男子突然话锋一转的说道，还请先生指点。柳明闻言放下了手中卷轴，拱手道，这些人大都加害过本宗弟子，故而宗门也一直在派人追查这些邪修的踪迹。你若真想靠生死丹赚取贡献点，我建议你啊，皆已经知道大致行踪的邪修。灰袍男子提出了一个建议，若能如此，那真是太好了。柳明闻言大喜，他虽然也可以去北斗阁打探这些邪修的踪迹，不过枯骨僧人的例子摆在那里，北斗阁根本就是在做两头生意，他这边在那里买到了消息，很有可能那边立刻就会将他的消息卖给那些邪修了。自己目前可是还被魔仙宗所通缉，恐怕自己前脚刚离开北斗阁，后面就会有蜂拥而至的邪修前来要自己性命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再和北斗阁打什么交道。宗门也只能提供一小部分邪修的情报，而且无法保证其准确程度，一切还得你自己把握。灰袍男子微微点头的说道，多谢指点，不知宗门现在到底查到了哪几名邪修的行踪呢？柳明道了一声谢后立刻问道。感谢收听《魔天记》。